喂，保镖安保来了，先，领导来了，看看美军看喊不喊口号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领导慰问。哦，他说起立。You got a pizza 啊？拜登说你们在吃披萨吗？他们又说同志们辛苦了。哎，开始了，亲切合影留念，还自拍一下。How are you doing？ 大家怎么样？啊，吃的好不好？大概啊。Good to see you 啊，很高兴见到你们。坐下，小弟啊，不用站了。哦，感谢你们，感谢，非常感谢你们。你们在代表我们的美国。我这听不清楚了，这声音太小了。你们是世界上最棒的军队，你们也在创造我们的世界历史。感谢你们的工作。做啥呢？他在开玩笑，他摸他那个小兵娃子肩膀，他说 You are in trouble right now， 他说你现在麻烦了。他的意思就是说很有可能网上开始啊，把这个镜头切上，然后骂拜登啊。你看到没有，他摸小兵娃子的肩膀和脖子啊，这大概啊，他的反讽媒体待会儿会给他说，他说 You are in trouble right now， 你现在有麻烦了，然后全场大笑。Thank you for all you and他们都知道这个笑点，他这些兵啊也在看新闻嘛，看 You are in trouble right now。 And I'm going around, where the hell is my son? He's been there for a year. I'm looking for him, and I finally see him. And his name is different.他说我们看到你们，我就想到了我儿子啊，他这个他的大儿子好像以前参加过兵啊，在战场上死了，好像。他说：“你哪个部队的？” Anyway,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谢谢你们。Are you finished eating or just starting? They're starting eating. They're doing a little bit closer.Well, if you're starting to eat, I'm going to sit down and have some meals. Is that all right? Yeah. We got pizza. Pizza? There you go. Pizza. He said, let's eat a pizza. This one is cheese. Jalapeno, it has a little bit of spice. And what is it? Cheese pizza. Small, sir. Yeah.跟军队的吃披萨。
他说你服役多久了？他说。这应该是北约军队啊，驻波兰的美军啊，北约军队。Hey fellas, how you doing? Doing good, sir. How are you? Army, 他说陆军。看到那个人的标牌上面写的 Army 啊，美国陆军。U.S. Army。看那个啊，他这个衣服左侧是 U.S. Army 啊，右侧是他的名字啊。为啥有名字和他的这个军衔啊？就是因为在南北战争的时候啊，死的人太多。啊，很多死的这个士兵啊，不知道是谁啊。从那以后就有一个传统啊，军人上战场或者说训练啊，要一个名牌，万一死了的话，可以认他的名字。这好像是、陆军的这个伞兵啊，空降兵是吧？很有可能、啊。那他的右侧肩膀好像写的 Airborne 什么还是？那个披萨好像很辣啊，开始眼泪流出来啊，擦眼泪。看一下，这像领导啊，当地连长、营长、将军、中将。我们看一下他这个军营参观完以后去哪。哦，这还有英国的军队啊。哇，那好像也是英国的这个空降部队。这是北约军队啊，他这个英国和美国军营。看这个人左侧肩膀有英国的国旗，然后头上。自拍哦，就是 Airborne 啊，就是空降师啊，美军空降师部队，还有英军的空降师部队。这黑人说啊，我不想跟你握，你偏要跟我握，好吧，给你面子，站起来。我俄亥俄州的。啊，你来自哪里？他说我来自南卡尔。他说南卡尔，哦，我喜欢南卡尔，来我俩合影一下。South Carolina， 他说这个兵来自南卡的。啊，这下面那个人不站起来啊！他说：“你来自哪儿？”他说：“老子来自佛罗里达坦帕。”啊，坦帕，我不给你投票啊，不站起来，给你随便握一下，给你个面子。喂、哎，这是加州洛杉矶啊，刚这个。这来自全国各地啊，这当兵的。
Shake it. All right, here you go. I'm gonna do it this way. I'll take stand up.他说这个当兵的也拍个照啊，好的，没问题。啊，拍视频，现在拍照，我连拍五下，挑个好看的姿势。这头发光头啊，油亮油亮的，这人头发嘻哈歌手样。电话号码给我留一下，晚上给你打电话。